我们支持首相刚刚宣布成立一个皇家什么调查委员会，这个呢也是一向来我们在党内有讨论过，当时因为有这个听证会，使到我们认为呢我们应该要等这个听证会结束了，如果还不是很明朗化，那么呢是时候来成立这个皇家这个调查委员会。我们在